拿到了吗？3天以后给我们。怎么搞的吗？你不是说他们今天给吗？他们要确认一下，认可之后再把钱给我们。那你赶快回来吧。好，马上回去。藏好了吗？你是谁？你想干嘛？一枪毙命，而且是隔着玻璃打的。谁发现的？咱们的巡逻车。人呢？哎，老张，这是我们新来的队长。情况是这样，今天晚上1点多钟，我们在这块巡逻，发现这辆车没有开灯，停在这里觉得可疑，快看一看。我们马上封锁现场，请您来了。马桶你们干。谢谢啊。小孙，你发现弹壳了吗？找到了，拿到局里鉴定。
下。进来。怎么样，货拿到了吗？全都在这里头，配方和操纵程序。太好了，快叫吴总进来。人已经来了，在门口等着呢。快让他进来。吴总，进来吧。这是我们药厂的吴总工作室。你好。你来看一下，又是一宿啊！哎，梁楼还差多长时间啊？一个多小时吧，要不要放他？不，剩最后一秒再放。你去哪儿？记首歌。亮亮，该起来了。嗯，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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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人，来人了。
喂，你老东西，找你儿子呢吧？甭喊了。你是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还是管管你宝贝儿子的事儿吧。你们把我儿子怎么着了？他很好啊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喂，干什么去了？亮亮呢？我去走，顺带去看看。亮亮在楼上睡觉呢。放屁！你给我找去。哎呀，上去干嘛？出去找，出去找。给我找几个人。哎呀，亮亮，你可把我急死了！你到哪儿去了？有个叔叔带我出去玩了。那你这头是怎么弄的？他给我踢了。收到了吧，我给你的发型不错吧？哎，不过我这个人技术不太好，没敢多剪，怕万一不留神再给剪下去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自个儿慢慢想啊。总是这样跟着我，不觉得累吗？小雨，大哥不放心你，怕你出事儿。都我留不住了。住手！不要
又怎么了？你再多关会儿我啊！少废话啊！这下你没法抵赖了吧？走，你们这些人都跟我回局里去。凭什么呀？凭你在这打架斗殴。你说谁打架斗殴啊？他们耍流氓，你看见了吗？我这是在为民除害啊！没工夫跟你废话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怎么着？你没事吧？你管得着吗你？我可是好心啊！你们警察会有好心啊？那你们怎么不抓他呀？你少废话啊！你再说我揍你！哎哎哎哎！行了行了，开会呢，迟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要再捣乱，我就都给你们送进公安局。嘿，我说，你就这么干看着呀？我这是给你一个人耍威风的机会。昨夜两起枪案，两名死者的身份已经得到证实，
一个是医学院医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诺成，另一个是他的博士研究生郭强。经初步了解，死者苏诺成正在做一个关于麻醉药品方面的课题研究，具体情况还不清楚。技术部门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昨夜两起命案中凶犯使用的枪支是不同的，而且两名死者的死亡时间基本相同，很有可能是两人所为。从两名死者的关系来看，这中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，所以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谋杀。那苏诺成和郭强，他和王启科是什么关系？现在还不清楚。立即查清楚苏诺成研究课题的具体情况，查清苏诺成郭强的背景和社会关系，千万不要放过王琴河的任何疑点。从今天起成立专案组，刘队还有其他案子，这个案子由雷斌负责，沈婷、郭菲菲、曹大力还有孙振华，你们配合雷斌工作。我随时听你们的汇报，只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开始工作吧。是。董事长好。蔡老板，梁先生，我说过咱们还会见面的。有事儿吗？我们陈总想请您去一趟。好吧，我安排一下再跟你联系。现在就去。现在不行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没心情。没心情？如果你现在不去，我保证你以后也没什么心情。小孙，王清河旁边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叫李立红，泰国商人。泰国商人？你跟国际刑警组织联系一下，查查这个人的身份背景，跟王清河什么关系？队长，我想先去一下医学院，了解一下苏诺成和郭强的情况。好吧，你跟沈婷一起去吧，有个女同志在旁边，能方便一些。行。李总，这是所有参与竞标公司的名单。鸟都飞起来了。和我们预先估计的差不多，除了死了的王清河没有参加以外，剩下的所有公司都已经在上面了，而且还多了八家。没关系，鸟飞得再高也飞不过天气，多七八家不是大问题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们只做我们该做的事儿。可是陈兄那边动作很大呀，他现在已经和所有的公司都联系上了。他是找他们借钱去了。就用他那颗盛了浆糊的脑袋，不出三天，他肯定得来找我。蔡老板，里边请吧，我们程总等您呢。
苏诺成教授正在主持一个有关麻醉剂方面的项目。嗯，您能说的具体一点？可以。他这个项目如果成功的话，那将是里程碑式的科研成功。因为过去麻醉药的生产一般都是以罂粟作为主要的生产原料，而苏教授的这个研究呢，他改变了以往的传统模式，他是用原产于西非的一种曼陀罗花作为生产原料，经过提取以后成为高浓度的麻醉药品。这种麻醉药品是普通的麻醉药品的10倍到20倍的效果，甚至更高。只需要一个毫克，就可以相当于普通的这个毒品的10毫克到。老蔡啊，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个事儿要求你。哪里话，你怎么会有事求我呢？小事儿，这个忙你一定能办。说，只要能办我一定办。我们现在在参加市里的 CBD 城市改造项目的招标，现在缺点钱，想跟你借点钱。哎呀，别的事儿我都能帮忙，这个事儿啊，我好像帮不了你。我现在所有的钱呢，全都压在了项目上。哎，老蔡，这好办，你把你手里现在的项目都停了，不就有钱了吗？喂，现在停不下来，现在停下来我就血本无归了。我看这事儿啊，你还是找银行想想办法，只要你陈老板肯开口，那银行方面肯定会支持。老蔡啊，我要是找银行的话，今天坐在这儿就是银行的人。嗯，不是你，我现在是在跟你在谈。我现在真的没钱。真的？东西，我听说有人刚从香港给你打过来3500万美金。哎，你说你没钱？哎，那是我借来的钱呐，那是我要用在建设项目上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我们两个现在做的是一个项目，好吧？我们来个分工。我负责项目的投标，你负责出资金。如果中标的话，你的钱不是派上用场了吗？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哎呀，真不行。陈老板，这是您要的甲鱼，1斤2两。老蔡啊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还是听话一点吧，啊？刘浩，院长。
这位就是刘浩，公安局的两位同志，找你了解点情况。好，你们先谈，我有点事。好，谢谢，再见啊。你好，我们想了解一下苏洛成苏教授还有你们研究的这个项目。行，没问题。这边吧。虽然我跟郭强都是教授的学生，但是相比较而言，教授对他更好一点。为什么呀？这个不好说。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再过两天，郭强就是教授的女婿了。苏教授就这一个女儿，但是是个弱智。这事儿一直是教授的一块心病。后来郭强考教授研究生，应该是没有考上。教授之所以收他，就是因为他答应教授要娶他这个弱智的女儿。苏教授家里还有其他亲人吗？教授老伴去世的早，他拖着一个弱智的女儿，也没人肯嫁给他。两人相依为命，就这样过。后来教授年纪大了，这事就成他一个心事。教授曾经对外说过，只要是谁肯照顾他女儿下半生，不要说做他的研究生了，就是要他的命，他都给。要不然，你是说郭强的业务水平真的很差？人都死了，就别说他了。这个郭强他是什么地方人啊？在这儿有什么亲戚吗？他老家是江西的，没见有什么亲戚跟他交往。郭强平时住在哪儿啊？以前是跟我住一个宿舍，后来教授让他搬到家里面住了。哦，对了，前几天他拿了两个箱子放在我那儿。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？啊，行，没问题。阿姨你好，这两位是公安局的同事，这边是苏老师。请进。这就是教授年轻时候的照片，中间那个就是阿姨。我认识你们，你们是叔叔和阿姨。他真的挺可怜的。从小就没娘，现在
所以能帮的我一定帮你们。你的事儿我知道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哎呀，只要你能帮我过了这一关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吕总，我这话是认真说的。你想，我这么大岁数的人，折腾了大半辈子，不敢说很富有，但总算是衣食无忧吧。我现在呀，只盼望我的儿子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。你想啊，他长大成人的时候，我已经七老八十了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钱这东西啊，能帮人也能害人。我要没有那3500万美金，陈兄也不会找我的麻烦，我也不至于现在整天的寝食不安、提心吊胆呢。其实你没这必要吧？他们又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哎呀，您不知道啊，这帮人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前两天他把我儿子头发给剃了，现在每天两个电话，弄得我没招没落。哎呀，都是钱惹的祸，我都有这个心思。哎，把公司关了，带着钱出国算了。CBD 你不做了？做什么呀？没这个精力了。我指望着，只要把我这点产业保住就万幸了。可我知道，你为这 CBD 已经忙了一年了吧？如果你现在不做，那以前的努力就全都前功尽弃了。作为生意人，说不想做，那是违心的。可是比起我儿子的性命来，再好的项目也没那么重要了。那你还是想做？我看这样吧，咱们俩合作，5000万美金的盘子，咱俩一人一半，把这个项目拿下来。陈雄那边的事儿，我试着帮你摆平，好不好？您这是真的？我从来不开玩笑。那太好了。那剩下的事儿你就找施展办吧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郭强以前就是这儿。对，这俩箱子就是前两天他送来的。好了，郭菲菲，我要送技术数据鉴定一下。
谈谈想法吧。